主席早晨，嗱，主席今日黃色暴雨咧，我哋差唔多都嚟唔齊人啦，即係我都覺得情何以堪咧，咪我撞到好多同事趕緊翻嚟。嗱，主席，呢、這個中央政策組係制定政策噶嘛，即係話喺正話陳志全講個問題，我諗咗一樣嘢啦，呢、這個曾俊華係咪哲學家定咩？哲學家嘅咧就係喺度解釋世界，問題在於解放世界。馬克思講嘅呢個又係政，又係哲學家，又係經濟學家。梁議員，你好啲你嗰個麥。咁馬克思講咗啊，佢個級數唔同啊嘛，你真係大佬啊，攀龍附鳳係冇用嘅。琴日都講咗亞當斯密佢嘅程度，佢都未到。嗱，首先我第一樣咧，我就。點解咁講呢？而家下面咧有一批難民喺度失縮緊，就揾阿譚耀宗議員嘅，咁佢就叫我幾張嘢俾譚耀宗議員，我就係啊譚耀宗可恥啊 ，ISS 委員譚耀宗立即交代貪污事件，唔該拎過去俾阿譚議員啦。嗱、這、呢個咁我都係即係為民請命，得唔拎到俾佢噶？唉、哎，費事一間我掟佢。啊是你現在第十三次發言，如果你再講同你這個要討論的修訂無關，我要停止你的。很簡單，中央政策組是就這個社會政治經濟的議題給兩位司長的意見，兩位司長就控制局，那怎樣花錢呢？就跟現在譚議員的問題有關的，主席是不是手機說什麼嗱，這個我哋知道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政策，係由董建華。你而家係講緊邊一項嘅修正案？中央政策組邵善波人工同埋呢個津貼，陳志全議員修正案編號754，修正案編號755，修正案編號756，呢幾個嗱。中央政策組本身咧就係為呢嘢提供意見。咁嗱，正話講到譚議員嗰個問題咧，就係將社會福利嘅服務咧係外判。嗱，呢個咧就一定係同中央政策組有關噶啦。呢個由董建華時代咧就開始做，做到而家咧係歷久而不衰。越做得越嚟越厲害。嗱，喺我睇起上嚟，中央政策組任何一個嘅阿頭，包括呢個邵善波之前嗰位仁兄，佢不能夠向呢個政務司司長同埋財政司司長提出一個力挽狂瀾嘅建議咧，係唔得嘅，因為話明啊嘛，政治、經濟、社會係跨越。嗱，好簡單。講社會福利喺政治上面，如果政府係將呢一個社會服務同埋呢一個社會福利 social welfare 呢個係當然係現代社會同埋現代國家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觀念啦。根據呢個國際人權公約裏面嘅呢一個經社民公約，係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個享受一個咧。適切嘅呢個社會嘅福利嘅照顧咁樣，嗱能唔能夠咁樣做咧？就唔係政府係咪就俾咗錢？而家政府實際上係俾咗錢嘅。阿梁議員，我認為你如果唔係離題咧，就係、是、對中央政策組嘅職能咧係完全不了解。係講，如果你唔翻嚟討論你而家所講嘅呢幾個修正案咧，我就要停止你發言。係好。咁就冇計啦，咁啊譚耀宗就逃過一劫啦。嗱，我而家咁講啦，嗱講呢個邵善波先啦。嗱，邵善波我未講過去嘅，因為我第一次講嗰陣時已經制止咗我啦。嗱，邵善波佢嘅政策佢嘅呢一個職能係乜嘢呢？其實咧佢係就呢、這、一個正話我講嘅社會。經濟政治嘅議題，就一啲跨領域嘅嘢咧，係俾呢一個意見，俾呢一個兩位司長嘅。
可以又睇一睇呢個邵善波有冇克盡呢個職能咧？咁嘅樣，我哋先睇一睇邵善波佢做嘅嘢。嗱，舉一個例，邵善波係一個首席顧問，咁佢當然係要對佢呢個中央政策組所有嘅嘢係負責啦，係咪？嗱，就舉一個咁嘅例子，就係話，就呢一個香港官制裏面非常之重要嘅官制，因為我哋知道咧，我哋嘅政制咧係由殖民地嘅一個諮詢政治、行政吸納政治呢兩大學術支柱，由呢個以前嘅中策組嘅阿頭劉少佳卓有研究。咁劉少佳未瓜柴之前咧，一定係繼續落去噶啦，係咪？咁但係都一個法度噶嘛。而且呢個法度咧係可以改變噶嘛？就是又以我哋嘅宗主國英國為例，都通過咗呢個所謂羅倫原則，即係話咧喺即使你唔係選啦，你呢、這個係輪選嘅，係有幾大原則。其中一個原則係咩咧？高局長，如果有就好啦，你就冇咁大鑊。就係、是、你委任嗰啲人係要公開嘅，即係你未委任之前咧，你就要公開啦。啊！我委任長毛做保安局局長咁樣。咁如果有一位叫做曾德成嘅人，佢話：哦，長毛做保安局局長係唔得，保安事務委員會係唔得嘅。議員，我認為你離題啦。你而家呢第十三次發言，請你唔好講一啲同現在你要討論嘅呢個修正案無關嘅內容。喂，我點樣無關啊？我講緊而家高靜芝。抗權輪選受分野爭議，高靜芝在最近的高鐵事件裏面不能克盡職守，話俾張炳良聽。呢件嘢同你而家要討論嘅嗰個修正案有咩關係？梗係啦，因為呢個係中央政策組裏面嘅人嚟噶嘛。呢個高靜芝，你而家修正案唔係針對高靜芝。我唔係咁呢個，咁呢一個阿邵善波佢係個總負責人，察覺唔到呢啲問題，唔應該問責嘅，咁即係話高鐵嘅問題就唔使問責啦，所有人。喂，咁樣講都得，咁而家我哋講緊成個社會，高鐵要問責嘅時候，係由頭到尾都問責。咁我已經提醒咗你，因為你喺呢一項嘅辯論已經係第十幾次嘅發言。我知道，但係我就呢一個中央政策組係第一次。咁你哇，如果咁樣計又唔好啦，咁你不如將所有嘅嘢攞埋一撇啦。梁國雄議員，我已經提醒咗你，請你唔好離題。喂，你譚耀宗又起身俾人哋話佢貪污，你出去啦，等緊你啊！梁國雄議員，如果你再係唔遵守議事規則咧，我就要停止你發言。喂，咁你而家爭論緊啊嘛，你可以睇帶噶嘛。我而家問你啊，我講過幾多次啊？呢、這個中央政策組幾時講啊？唔係你。中央政策組講過幾多次嘅問題？你而家講緊嘅咧係你無謂爭，無謂爭論啦，無謂爭論啦，主席，我話你啱，不過我有一個尚方寶劍，就係叫翻啲議員翻嚟睇下邊個啱。17-3，無謂火氣，唔係玩呢啲嘢。梁國雄議員，